妈妈妈妈，爸爸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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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听说北部三十九，超级扯，好不好？那个大街小巷没有风在吹，赶快在行吧，你知道吗？烤肉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在外面抛头露面，面对三十九度的这个炎热的天气，你可以怀疑好几次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了。据说这次啊，这次改版呢，还多了不错的一些新道具，是吧？跟骷髅头有关系的、啊。哦，然后还据说什么？据说这个作者想还要更新简体中文。啊、哦，有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其实更新不更新都没差哎、欸，因为他们觉得玩久了，都大概知道那些道具长什么样子了。这是什么？蓄力发射眼泪，要吃吗？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哎、欸，新道具哦、喔，哎、欸、好酷哦、喔！它的蓄气居然是一个圈圈这样子。没有蓄满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哦，好酷啊！耶嘿，好屌啊！新道具，伤害还蛮高的，这种蓄力。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石头可以拿来炸，这个炸一下好了。哦，蓝星，好爽！今天骑车出去穿个龟甲都能够热到死，你觉得龟甲是怎样？龟甲万钢甘之江油吗？龟甲湾甘子酱油，龟甲湾甘子酱油。呜、哦！然后今天下午啊，虽然天气很热，哦，但是我还是跑去了。我拿到什么鬼东西啊？啊、哦，虽然很热，但是我还是跑去了喝咖啡。啊、哦，我还是跑去喝咖啡了。啊，这关是双网啊、哦，不错不错。哦，我最近常常去某一家咖啡啊，咖啡店啊，那一家咖啡店的咖啡好喝，超级。哦，你们如果有住在树林的，找机会可以来找我聊天啊。啊，我有时候时不时会出现在那个地方。想找老头吗？老头就在这里，来找我喝咖啡，快点，绕去树林看看好了。我记得我好像有把地址打在那个 YT 的社群里头啊，啊，你们应该找得到吧？翻一翻就有了。哦，然后看到我的时候跟我打招呼，然后你要请客哦，就这样子。嘿嘿嘿。哎，奇怪，不是老头请客吗？怎么会是我请呢？啊，你们一定会这样纳闷。哎、欸，吃饭没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假爸，假爸，我也吃饱才开台的、啊。不然的话，如果边开台边吃东西，啊，搞不好就有人开始没送啊。老头，快点啊，别再吃了啦，越吃越像猪。一定要那么中肯吗？不要那么中肯好不好？你们是不是很讨厌看人家吃饭的直播啊？啊，还是说人家一开台，然后你们很讨厌等待？哎、欸，新道具哎、欸，也、欸、没有这旧的，对不对？像我之前开个直播，正在吃饭，就有人受不了了。老头，你可以快点玩吗？拜托。哦，你可以快点玩吗？那、啊、我就在吃饭，是不能先等我吃完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按钮？打一下。钱。陷阱，哇！门锁起来了。嫩，北上娃子，你北上王子，你会有效果。地缘地球日报名，称呼换作者在家里边框图书馆学了，不是没有任何人有些鞋把你编掉。北七，新大王。啊！哎、欸，我的屁没有扎到他吗？有没有？这只是不是也是新的啊？解决了。
湖泊爆米花，容器之心加一。这是什么？会吸硬币耶？为什么不用小炮？蓄力的炮攻击比较高啊，400%的伤害呢？当然是用400%来打、啊，可以打一下的，为什么要打两下呢？对不对？好像菊花、哦、有没有？各位，你觉得它有没有像菊花啊？菊花开满地上，你的菊花已谢了。小石子 ！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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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家福照片。我记得好像全家福左边这一张我已经拿过了，我们现在应该要解的是另外一个，记得天堂的去过了，应该是要拿副片的吧？地狱好了啊，我们去地狱好了，我要去地狱，我已经罪孽已深，罪孽已深了，哦。要死我！我有罪，我偷吃了隔壁小孩子的巧克力，请让我下地狱吧！我有罪。每次中午，小时候每次中午的便当，我都偷吃隔壁的，他都每次抱怨说他妈妈帮他准备的饭都很少，因为那都是我吃的。我有罪。我有罪，我要下地狱。之前我们的高中同学喜欢上隔壁班的女生，她写情书叫我拿给她，但是呢，我拿给那位女生的时候，我说那情书是我写的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。我有罪，难怪我便当都少一半。对不起了，我有罪，请让我下地狱吧。老头偷吃了隔壁小孩妈妈的豆腐，我有罪。每次都趁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吃妈妈的豆腐。啊，我少讲了一个字，吃妈妈煮的豆腐，我有罪。所以爸爸每次都吃不到，这就是吃完妈妈豆腐之后所产生的力量的连结。太好吃啦！打比较保守一点啦、啊，直接冲王房好了，有没有？对对，快点！不能不能不能，哎不能不能，分裂了分裂了 ，nope nope， 这打超级撒旦的节奏啊！我不知道我过不过了，先说。他在干嘛？跳舞吗？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最终阶段，我应该没有办法打超级撒旦了，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。干，我要死掉了。嗯，我现在是要直接过关吗？还是要去虚空？不要去虚空哦、喔。交照片喽。哎、欸，还有关卡、喔。哇，这我第一次来哎、欸。奥利夸，奥利夸，奥利夸儿，哎呀！这里是宝藏房是不是？
去打羔羊，没有钥匙进不去。对啊，我没有用钥匙啊，中间也进不去啊，那怎么办？最后的点一定有这个门，其实是羔羊跟蓝人。哦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不去开中间的大门，就是去打小蓝人。我觉得我应该撑不到那个地方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打赢了，按 no， 除非你想重新run一遍成就啦。但是要run三次，我觉得我打不赢。哎，哎欸，没有复活欸，好可惜哦。等一下，一分钟内第一只 boss 关，听见妈妈吼，代表成功，回到原点放炸弹。好哦，这是隐藏的角色，对不对？变两只了。妈妈没有叫，阿布啊，你为什么没叫？阿布啊，是为什么？这是原本的房间嘛？失败！哇，那个金属板在头上这样子。摩羯座加一加一加一减一加零减一，哇，这是一个很平均哦。摩羯座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务实，所有能力都提升。那我现在长得像陈维敏哦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态度？你怎么态度？你确定不是秘密尔吗？哎，好像秘密尔哦，哈哈哈哈！哎，好像哦，哦。原来是战神啊，我还以为是以撒的结合呢，好像米米尔哦，超级像智慧之神，没有叫欸，好多胶囊哦，我是不是超过时间啦、啊、嗯，要睡了，晚安，炸没东西，我 是忽略了什么环节之类的。等一下，那一关是双王，我刚没注意看说，我刚刚只专注我们的秘密尔啊，我没有认真的在看这那一关是不是双王。你有击败过羔羊吗？那是前置条件。超级撒旦，我好像杀爆过哎、欸，羔羊是超级撒旦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我看到羔羊了。哎、欸，其实说真的、欸，我有没有打过，我真的还不知道哎、欸。没关系啦，我们赶快再想办法验证一下，我没有成功嘛？没成功的话，那就是一定是羔羊没打、啊。水虾米，圣水。好啦，我们就不要先管房间的问题了，赶快撸个一关看看。我被弄到出水了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弄屁哦、喔！别让我过都不给我过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两分半冲进去好了，好不好？两分半冲进去，一分钟嘛，就三分半嘛。有，哇，就是这一只。来得及吧？可以，伤害很够。阿布，你莫叫啊！阿布啊！啊，我要怎么打羔羊？羔羊就是刚刚你死的黑暗城，所以说我还要再去一次哦。好吧。去了，哎、欸，这次没有虚空了，啊，我的速度应该是不够快啊，所以这次没虚空了。转出来当台币该有多好，真的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速度上升。哎、欸，猫头、欸，哎。
欸，嗝屁猫头可以哦。没败哦。I'm Dorian， 这怎么念啊？算了。好强哦！记得按下 No， 除非你想要重新。等一下，记得按 No， 按 No，No， 好，我会留意的。No，No。所以我要找得到才行。我有这么黑哦 ？No， 在哪里呀？哎呦，被受困的恶魔们！哦，打完了，就是你了。第一次打高氧哎。哇 ，so good！ 完了，他子弹会追踪，对我不是一件好事啊！哇，我要死了！我打不打得赢才是重点啊 ！Oh my god！ 撑住，撑住！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。